第四题，当电池放电时，它将内部的何种能量转换成电能？我们国中所教的电池都是化学电池，也是利用化学变化来产生电。所以呢，我们第四题答案呢，要选的是猪化学能。电池放电的时候，它将内部的化学能转换成电能。我们答案选猪。